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在天梯遇到的一个 robot， 然后他的名字就叫 robot AI fighter， 然后可以进去里面看他的那个 fighter 详情，然后他打 rank 206个小时，然后他的 real 总共用了4026场，然后赢1541场。OK， 然后我还蛮确定他应该真的是 AI 哦，我给大家看一下他的 replay。到这里看，大家可以看到 replay， 然后他的动作 command， 然后他会一直用这个下方，然后用 grabbing back。OK， 说、这里其实就有点像我们在训练室里面假的嘛。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这边他被我打的时候，其实他的 command 还是一直按住 grabbing back 的。OK， 跟那个下新手跟 grabbing back 这样被我投的时候还是一样在按。而且他的那个 frame 都蛮准的，就蛮指定化的啦，我是这样觉得啦。OK， 对，然后因为很好反嘛，然后这个打的时候就在想，这是不是那个训练室的那个 AI？ 然后还真的有点像，对不对？他因为打了4000多场，他还可以上到 platinum，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搞笑的情况。那这到底是一个外挂还是内挂，我自己也不知道。不过对方我这样看下来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像人会做的动作啊，其实大部分都是这种，就是一直不停的 driving back driving back， 然后就也不是说要赢还是什么，其实反正比较多是因为我打的时候我就在想他看起来很 AI， 这样你看这个他被我打浮空，然后他还在按着 driving back跟下轻脚，这些恐怕是重复的啊，蹲着轻脚，蹲着轻手，然后啊升龙拳，然后 dash 抓，就是我们训练房常用的这些嘛，然后一样就是后按后，然后按 wrapping back， OK， 然后这里就决定结束了，只是想要做一个验证，就给大家看一下。现在的街霸六里面就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我不知道到底是内挂还是外挂这种问题，那希望官方能够尽快处理吧。那有机会我们下次再见。